这个是养育他30多年的亲爱的陈爸爸。我们邀请新娘以及陈爸爸走进会场。陈爸爸，陈妈妈，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！是你结婚还是我结婚啊？我哭什么？没有，陈妈妈，陈妈妈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等到这一天，因为刚才这么爱我，这么疼我，给我很快乐的生活。虽然有时候是比较调皮一点，但是让我的生命变得很开心。然后也谢谢你愿意牵着我的手走向未来。未来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们一定要手牵着手继续走下去。美女朋友可以去发稿了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只有朋友拍照。